河南农业大学的最高荣誉十佳大学生。大一大二我是每个月都会定期的去两次福利院，那么到大三开始带领自己的公益团，那么一年下来呢，向贫困地区捐衣40000件，捐款100000元，我们现在的团队也发展到了100余人。你的颜值打几分呀？0分。零分？为什么？那你有男朋友吗？男朋友这个还暂时没有，方面是大学就比较忙，没有时间去谈恋爱，另一方面也没有找男朋友的打算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